很难吗？你知道吗？奥运好了，奥运五千，很痒，快点，好晒哦。你可以近一点吗？那路大声一点。来，面对那里，然后换手拿，然后一副打扫好累的样子。另外一边衣服又在往上，孩子没露出来。对，这边。很难吗？你知道吗？这样有了吗？看那里，在拍摄过程中，除了小黑蚊不断的叮咬你，不管怎么喷防蚊液都是没有用之外，还要担心偶尔路过的人会偷拍。这一套衣服因为没有透明肩带，相对的在室外穿就会比较危险。虽然身上都贴了双面胶，但在天气炎热，我身上又流了许多汗的状态下，双面胶的粘性早就不够了。移动或是需要拍摄的过程中，只要有需要调整到衣服的，或是有可能会让自己曝光的地方，要么就是借学妹的外套披在身上，要么就是请小帮手帮我用反光板直接遮住我整个人。在移动的过程中其实还算辛苦，因为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走光，或是会因为衣服位移造成照片效果不好。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在户外拍摄尺度比较大的照片，我绝对会把痱子粉带上的，据说抗汗抗沾黏的效果都很好。等我使用过后有心得再拍片跟大家分享吧。啊，对，很好，就是那里可以的。好，可以站住。我要换点吗？站着，背靠着。背靠的，靠到门那里。我不要了，难修。靠这里。好难过。我在为你省时间呢。有一种被嫌胖的感觉。不是胖不胖的问题，是修图真的很累。不管怎么样都要修。我本来想问你说，我可不可以结束拍一两张？我最近缺，可以啊，缺照片。可以啊。可是我不想修，所以我有点打消这个念头了。没有就拍，你就在好拍好修的地方拍。真的很痒，我被穷惨了。你可以画奥迪吗？你喜欢奥迪啊？没有，我只想看四个圈圈在你手上，那个比较难画。奥运好了，奥运五千，很痒啊。这支影片拍摄的当下，其实已经很热了。虽然外表看起来好像穿的很少，但我其实拍摄的过程中不断的在流汗。现阶段看这支影片，会发现原来我瘦了，但是过了两个月防疫期。我因为怠惰又胖了，不知道在解禁之后的我还能不能瘦回原来的样子呢？这一次在室外拍摄的小莫女仆，其实算是突破我自己的尺度的一件事。毕竟是在户外，这一套女仆装是肉眼可见的大尺。当初在选景的时候，一直在跟摄影师讨论，选择室内的话，觉得太多人拍过，好像没有特别突出的感觉；选择室外的话，又有走光的风险，加上台湾欧风的外景真的不多，除非特别去一趟婚纱基地，不然适合的景色屈指可数。在讨论地点的过程中，考虑到小莫的个性关系，小莫的武器是拿着拖把。但是觉得依照他的个性，还是会喜欢在户外跑来跑去。最终纠结的过程中，还是选择了想在户外拍摄，也透过小 K 的知识库找到了比较隐蔽的外景，平常也真的没什么人会经过的地方，进行了这场拍摄。
整地地上。快点，好晒哦！太阳好大，我要焦了。你可以近一点吗？让路大声一点。你看有没有那个溅落的声音？哎呀，等一下啊！发出婆的声音没有？快点！要开了。好了，我好了啦，好了啦。好好好好好，救他！救命！刚刚的火机在叫。好热哦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夏。那我的身高是160，体重的话是48，三围是32、24跟34。我自己个人的喜欢看动漫，然后跟看小说，就是很宅宅的一个世界里。所以这套是你 cosplay 的装扮吗？啊，他其实要把外套脱掉了，对，方便帮我们就是脱吗？展现一下他的整个服装的整体感。他其实这一个作品呢，它是 FGO， 就是 Fate Grand Order， 然后是一个手游的角色，然后这个角色是叫黑 C 吧。我自己个人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傲娇一点点。那可以帮我们展现一个傲娇的感觉吗？这可以录吗？他的傲娇都是会比中指。那可不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，就是你平常扮过哪些角色？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《尼尔：机动人形》的二 B， 因为他的角色设定是盖住一只眼睛的，所以走路就是你很容易就跌倒，就是会有一种妈祖出巡的感觉，就是你只要去活动或是去拍照，就是可能就是手要这样子，旁边都有人搀扶着。再来是龙后，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过《冰与火之歌》的话。就是龙后，Dennis 他有一套是我曾经带出去过罗马拍摄，我目前这两套是最喜欢的。你自己有没有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呢？我喜欢五官比较立体的男生，看起来就有点小混血的感觉。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什么怪癖？化妆的时候吧，自己会对镜子笑。就是可能在化妆就啊，像这眼影好好看哦，我画上去好美哦，就是自言自语。对，然后就会自己有时候就觉得很奇怪。你这样聊起来，感觉你好像是一个蛮男孩子个性的一个女生。嗯，这样子你跟男朋友相处的时候，你会去撒娇吗？哇，这个很害羞，因为就是状况会是今天晚上吃掉你喽，这样子。这真的，这个只有会对男朋友讲的话而已啦。今天呢，我们有特别准备一个小游戏，就要考验你的触觉的能力。对，然后我们会让你戴上眼罩。好。然后待会我会递东西给你，你要用你的触觉来感受这个是什么东西。对。好。那首先第一个，来，手伸出来。好。可以帮我回答出它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个是蔬果嘛？什么狐狸吗？不是狐狸，不是狐狸，就是什么葫芦那一种的。葫芦啊，茄子。不是哦，不是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想一想。啊，天哪！我其实对很多那种蔬菜水果都不太了解，但是我这样摸，我觉得还是茄子哎。茄子吗？对啊。好 ，OK， 那你现在把眼罩拿下，你自己看一下答案。哎，居然是胡萝卜！茄子不是这个形状吗？不是，因为茄子它不是这样子一条吗？我的观念里面可能胡萝卜要更小。第二个，来眼罩戴好。好。来第二个。好，这个很简单，这是香蕉。等一下，原来有这个触感，有点加敏哎。我吃香蕉没有错吧？确定？确定吗？吃香蕉啊。好，你把你的眼罩拿下来看一下。对，它是一个哦受伤的香蕉。呀，受伤出来，这个太简单了，这是苦瓜，这是苦瓜，这是很大的苦瓜。确定这一集会不会一直从头到尾的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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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种哔？现在欢迎来到水下的私密快问快答，30秒。第一题，请问你交过几个男朋友？七个。看男生第一眼会看哪里？鼻子。你做过最大胆的事情？路边尿尿。觉得自己哪里最性感？
胸，乳头。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热狗。可以爆配料吗？喜欢上面。哇，相当的一个大胆的台湾快递。妈妈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这是哪？我怎么突然？刚刚没有，刚刚所有看到的一切，所有听到的一切，都是好，都是真的，太真实了。